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豪的拉文，这款王者争霸。好吧，测试时间是11月14日，测试到11月20日。这是陆服游戏啊，陆服手游啊。这个应该是三国题材吧。可能画面是比较偏以前那种网页的画质吧。哦，连线不太 OK 啊。大巧，就国战类型的三国 SOG 吧。然后随机的话，给你这个100元宝。这种档案不大说，几十 MB 而已啊。OK， 黄月英是红将，刘备。刘备绑马尾吗？本来玩另外一款什么桃花诗的，结果那个账号认证有问题。昨天下载的，那想说都跑来找游戏，就找一款来玩吧，找酒友的游戏来玩一下。这边有自动跟加速，还有跳过，现在可能还没有啦，之后就可以了。这种游戏玩法大概就是地图推城池，攻城略地这样，然后会有国战玩法这样，有没有一只一只，然后开始这样跑跑跑跑跑跑，大概是这样子啊。谁能和我大战300回合？好，布阵一下，一箭上阵，这个应该会有兵种克制啊，就是有步兵嘛，还有这个骑兵、弓兵什么的。我的还有那个法师啊，怎么样？刀兵、枪兵，我都想得到了。因为这种三国游戏最近比较少玩了、啊，有一阵子也是蛮多的。他有语音，你们他这个图片的那个动作的那个没有很流畅，因为它有点网页的感觉。那这个是 Life 二 D， 短兵相见，九儿等片甲不留。好，枪兵克骑兵，你要去那个布阵改一下位置啊，刚好像没有让我这么做。然后我们这个有怒气值，然后买的时候会放技能。我感觉我要输了，因为他刚刚没有让我布阵啊，是不是应该让我们布阵一下？恭喜蜀军势如破竹啊！勉强获胜，有没有？交换位置啊！他应该让我们暂停看一下，暂停看一下敌方的站位。啊，有一种很吵杂声音，那种菜市场的声音吗？还是那种很热闹餐厅的声音？我发现那个，如果我去餐厅吃饭，遇到那个小孩子不受控制，在那边大吵大闹，真的有点烦。贼寇未灭，吵到爆炸。那个父母如果没有教好的话，会蛮讨人厌的。现在很多餐厅都不喜欢那个不受控制的小朋友，他会在那个门口贴禁止几岁以下小朋友来用餐。以前是什么？
狗与猫不得入内哦，没有啦。现在是小孩子年纪太小，不受控制，跑来跑去啊，弄翻什么，弄倒什么啊。然后父母又不管，有些父母真的是只会生不会养。前几个礼拜吧，去吃我们附近的那种平价牛排馆。台湾现在平价牛排店就是贵族世家比较贵嘛，然后孙东宝，还有那个小时候，后是那个后片的后。然后去吃那个小时候，我们这边有开一间小时候。哇，那个小朋友不知道几岁了，不受控制，吃完那边大吵大闹，那边哭嚎，在那边哀，我真的是差点崩溃。全部人都瞬间安静了，就看他们表演。那是那种很欢的那一种，一个小男生，他妈讲什么他都不听。最后他妈只能强制把他抱走或出去。那个搞不好在家里都这样啊，出来更夸张。就有些小朋友他在家里比较皮啊，可能到外面就比较稳，比较乖一点，或者在学校就比较乖一点。好，这边继续挑战一只七。好像也没有强制引导了，都没有这个主线任务。30关送化熊，哦，继续做。这边有挑战，之后是扫荡吧？扫荡可能就扫荡一些资源啊。他的三国立会的角色不会让你觉得一看就知道是谁。没有那么抄那个光荣三国志的那些角色，就会跟你印象中的不太一样。哎，我们死掉了，英雄已经死了，他等一下又复活了。我们可以布阵移动一下，我都没管了。有一种是你战斗之前可以先看一下敌方的站位，然后就去调整一下，克制他一下，克制一下他的兵种。好，领奖励，来练一下我们的武将吧。我们有这个马超，画面就这么糊啊，毕竟他档案很小，几十 MB 而已，够小了吧？都压缩过了，继续做，不要可不可以啊？不行，其他都还没开。这边有公告啊，设定呢？这边只有那个音效跟礼包码哦，吧？初出茅庐，然后这是我 ID， 没东西耶。主攻形象你可以换一下。换个女生嘛，应该是随便你换吧，没有限制啊。限时首充哦，招兵买马18，然后养成的部分可以再养一下吗？刚刚我们是这个灵童死掉了，大乔、马超，目前11级，有没有需要等级突破啊？好，全部11级，有紫卡、蓝卡、绿卡，邮件有一些称号激活，初出茅庐啊。然后世界还没开，主城还没开，我们现在还在这个攻城略地啊。但他没有告诉我们这是什么城，那就只有一只八这样。
然后这边有客制关系嘛，你要自己布阵一下。哎，没有布阵哦，加速一下，15级才可以加速，跳过也是，都还不行。然后自动放技能吧，玩起来就中规中矩啦，因为这种游戏以前玩蛮多的，大概还是换皮类型的手游啊。待会来找一下日本游戏玩一下好，我昨天在 QO 有看到一款，来玩玩看。好，签到一下，金光闪闪，我都不知道签哪里耶，我真的不知道签哪里啊。哦，第一个哦，好吧。他是没有根据日期的，有的会根据日期1号、2号、3号、4号这样。这家伙应该是赵云吧？看起来像赵云啊，红将赵云。七日活动，第三天有这个五片跟碎片，他是大乔还是小乔啊？这里有没有图鉴呢？有啊，点这个才可以看到。这边有王毅啊，他有分骑将、刀将、弓将、枪将哦。观影品，一切都托付给你了。就他这个例会，不会让你马上联想到他是谁啊？吴国泰、布练斯、黄月英，所以刚才是黄月英哦，是不是？还是七日活动？对啊，这是黄月英啊。点这个有，因为刚点这个没有反，没有告诉我，这边有长按也没有，要点这个才有。登录有礼。OK OK 哦，这黄忠嘛，有些角色你看得出来是谁啦，可以去猜得出来。这个马超不太经典，因为马超都要绿绿的绿色盔甲。这一种比较没有那个国战啊，不是那种攻城，你要在自己的城池里面经营建造，然后去掠夺隔壁玩家的资源。这种应该就是时间到会有国战这样。因为我们一开始有分三国嘛，选阵营这样。这个世界不知道，还没看，世界 还不知道。OK， 那我们就体验到这边吧，这个游戏给大家参考啦。马超升到15级，马超不重要，我们现在有一个妹子叫大乔。好的，我是汉姆秀汉姆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